这组。那个龙队长。会有快筛吗？我们目前没有接到上面没有问题。可是你们在官网上有公布说今天八号开始连续两天要快筛。对，但是我们上面有什么政策，他们没有采购。都已经在官网公布了。但是我们上面就我们现在。对，本来今天快筛，然后延到明天了。延到明天了。他们会不会担心？就说。他们不会担心啊。会担心跳、啊。但是人都会担心吧。来不及准备。来不及准备啊！哦。那个龙队长。会有快筛吗？我目前没有接到上面没有问题。可是你们在官网上有公布说今天八号开始连续两天要快筛。对，但是我们上面有什么政策，他们没有采购。都已经在官网公布了。但是我们上面就我们现在。对，本来今天快筛，然后延到明天了。延到明天了。他们会不会担心？就说他们不会担心啊。会担心跳、啊。但是人都会担心吧。来不及准备。来不及准备啊！哦。